树瑶，开门去啊。嗯。你来干什么？树瑶，这次啊，是你妈妈邀请我来的。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哎，是不是洛树啊？怎么不进来呀、啊，妈、啊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以后不理他了吗？那不都以前的事儿了吗？前两天你跟你爸爸在门口说那话，我可都听着了啊。哎呦，妈，我说的不是，哎呀，不是什么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说你很珍惜你跟洛叔之间的感情，你还要支持洛叔的什么什么事业啊？哎，你跟你爸还商量着说什么瞒着我，瞒着我干什么呀？阿姨，树瑶是在考验我。别在门口站着了，来来来，进来说话啊。